好了，坐哪儿去了？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，新凯湖无限风光好，最美在冬季。新凯湖啊，你浩瀚无垠，气象万千。新凯湖啊，你一湖跨两国，两岸都是好山河。新凯湖啊，你一湖跨两国，把中俄人民的友谊传唱。俄罗斯经典民歌《卡琳卡》是一首俄罗斯民间青年小伙子用来向心仪的姑娘表达爱意的歌曲，用热情奔放的旋律唱出了俄罗斯小伙子对美好爱情的向往。接下来呢，请您欣赏由密山市总工会职工文化红妹合唱团为您带来的合唱《卡琳卡》，来，掌声送给他们。送给他们好吗？来吧，音乐走起。
来，掌声热烈一点。让我们欢迎国际友人，好吗？同样把最美好的新婚祝福送给他们，因为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国度，对爱情的忠贞，对爱情的渴望，都是共同的。密山文化的地域特色与民族特色十分突出，是满汉朝鲜等多民族文化、多国文化相交汇的多元融合文化。其中，朝鲜族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崇文尚礼、大兴喜悦，以美食和舞蹈著称。您看，朝鲜族小姐姐和欧巴他们来了。大侄子来了，怎么样？我侄子来了，是我亲子啊，侄子啊。我侄子啊，欢迎朝鲜民族的两对深情伴侣。一段美丽的神话，歌曲声当中沉浸着他们相依、相爱、相伴永恒的决心，也愿他们的爱情成为永恒的神话。欢迎你们！现在大家即将看到的是我们的中国爱侣，掌声有请最美新娘。盛宴更加精彩，将举办三场大型冬舞，分别是12月29日青山湖，12月30日白鱼湾星海湖冬舞，1月20日小星海湖冬舞。另外呢，每个星期六都有小型冬舞活动。密山冬舞活动呢遍地开花，形成了密山渔业加旅游的产业链。那也届时呢，希望好朋友关注此次的各项冬舞时间。朋友，
红光。